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。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、不畏强暴的人民。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。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谁妄想这样干，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展望未来，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，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！